这边，中午在吃了这边的粉汤，才知道味道真的不错。屏东的特产，别的地方吃不到。今天来一方面向大家拜年，一方面给各位分享我制作的福卡，有四个字，是这个顺、发、财，然后这个祈福，希望能够给各位带来幸运，带来财富，带来幸福，好不好？放水了，急转盘。